伊要负担扩展，伊个名称做基督教个牧师，万能个上帝，永远是第一位，无穷个天君，万军个耶和华，一心要行这个事。今仔日是来讲这个第四主日，咱要讲到第四季个下节。伊代表意义就是疼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个独生子赏赐予咱。耶稣基督正做世人多情上帝，正做世人赎罪羔羊，疼是伫遮表明。所以，凡若有疼心个，就是正做上帝子民、上帝百姓。来，咱要点第五篇六节。第五纪六节是代表主耶稣的降生，代表以马内利，我主基督，以赛亚已经降生，伊是世上的光，是咱的救主。这时咱大家来吟圣诗，圣诗十九首。圣诗六十九首，请来中日圣条快乐得意向前，请来，请恁欢喜来到得意营来条件救助，天顶君王出世，请来大家见快乐，请来大家见快乐，来去来去传授。Thank you.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差遣你的教圣职，你的独生子降世成为我们的羔羊，来服侍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从我们的死亡里面重新与你连结，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新的连结，重新获得新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这个恩典，我们永远记住你的恩典。我们虽然享受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将这个恩典传出去，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今天我们是迎接他降生的日子，虽然世上有很多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方式，把这个节日当作是一种商业的行为，把这个福音也当作是一个福音的行为，当作是一个商业的行为。没有福音，我们哪里能够获得新的生命？没有这个救赎，我们哪里能够跟上帝连结？没有这一个羔羊的牺牲，我们只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。我们连结永远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重生。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日子，我们献上我们永远的感谢。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，我们要齐来敬拜你，我们要齐来感谢你。在这个日子，我们回想我们所经过的日子，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感谢你。从你的救赎里面，我们能够获得新的生命。我们获得新的生命以后，我们更要将这个新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周遭的朋友，我们周遭的同事，我们的长辈，我们的儿女，都要承受，都要领受这一个福音，这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救赎，让这个圣诞节，这个庆祝不再是一个商业，是一个重新获得生命的日子。我们今天要举行联合礼拜，有唱诗，有赞美，有感谢。我们将这个程序，将这个礼拜完全交到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，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生命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